腰这样练，连专家都惊呆。我这个东西其实是全身都要雕塑的。每天一个礼拜，像七天的健身房都会看得到他。真的假的？他会自己一个人。因为我的训练蛮变态。哎呦，还要平衡呢。A 字。Oh my god！ 在家里时候，我倒不觉得你这样做是 OK 了。那就在，比如你把球夹着，就夹着就好。好，你手在胸。对，太厉害了，因为它的核心，它的核心是够力。摆脱可怕水桶腰，打造 A4 腰不是梦。魔鬼线条怎么练？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。当然，我们节目一直在推崇大家拥有健康的身体。对，所以要运动。对，但是呢，除了健康，我们当然也希望身材姣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要运动。是。穿运动服。不是，你不是也不能只有运动，你光运动瘦不下来也不行。对啊，方法要对哦。方法对。而且你说身材要窈窕，哎，很难呢。很难吗？我觉得雕塑最难。你看数字有时候还 OK， 哦，它可能往下掉。但你真的要有好的身材是。还是运动啊，当然是，但是最近有一个评断的标准，就是你的腰到底要多少才叫这个标准的好腰？来看一下，现在的标准是说要立直的，叫 A4 腰。哇，你看我。哎，这不容易耶！前阵大家都在流行，都在量，我 A4 腰了没有？都在量啊，对不对 ？A4 腰通常都会是年纪比较轻的女生，例如我们这三位。对呀，你看看。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一个来检视，我们请到几位呢？看她有没有 A4 腰，也是我们演艺圈公认女性身材姣好。没错，欢迎这一位英琦。这个太会摆 pose 了，你太过分了。哇，这个是 A 级的腰。你是怎样？哦，你真的好，你的腰有练过的对不对？有哎，因为我 B 教练说就是要练一下曲线。那你的腰要不要实际上来量量看？看有没有 A4 腰？ A4 腰，好可怕耶！哎，有哦，哎，你真的有耶！再看看我侧面，哎，我可是没有，有练这里哦。屁股啊，屁股，屁股要练呐，我没有拿很远呢，我就这样子，真的是一个很近的距离，这样你有 F 腰哎，哇，真的耶，哎呦，你怎么练的？就是练一些像侧腹、正腹，然后还有我教练一直逼我说要练一下背，因为如果你背就是往下凹的话，你比例会看起来更漂亮或更细、纤细这样子。是哦，真的有方法的，有方法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请先回座，待会我们好好研究一下他做什么运动跟什么饮食。第一位通过考验了，有 A4 腰。第二位，压力大，我觉得我赌他有。我觉得应该也有，他有非常运动强度也蛮强的，真厉害，对，好不好？来，羽柔。你看看，而且你的腹部是有那个叫什么线啊？有一点点有没有？那个应该是有斑马线嘛？斑马线，我大肠线啊，人鱼线，人鱼线，对不对？真的有，我现在是完全贴在羽柔的身上哦，这个板子哦。板子贴着的哦，哇，真的有标准的 A4 腰啊，我的妈！硬起还要腰，我觉得他比我姐还厉害，还要瘦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好厉害哦，对耶，货真价实，很辛苦，真的吗？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。你练了多久 A4 腰？我这个东西其实是全身都要雕塑的，然后腹部加在里面，我大概也要个两年的时间。两年雕塑成这样，对，然后当然还要搭配一些饮食的控制，就是光运动其实没有什么。我跟你讲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对，你知道吗？他其实，在你们在工作室，你们没想到，其实有每天我们跑健身房，你们不晓得，所以我们几乎每天一个礼拜像七天在健身房都会看得到他。真的假的？他会自己一个人，因为我的训练蛮变态，你在不舒服的，他是会叫的那种，我的训练很变态，很变态，就是我的重量都非常重，如果真的很重，我连发出那个声音。我连做肚子，老师都给我最重的重量。哦，真的啊？好夸张。对啊，因为其实他这样做，其实不注意到他也不行，因为全场就只有他一个人。所以都只有他练成，别人都示范就有。等一下示范看看他的招数，好不好？来，也在当场，我们来听他 stereo 的叫声。有可能。好不好？谢羽柔，来。哇，两位都 OK 了。第三位，你觉得他有啊？他一定有吧？对啊，他应该不用胖，他不用练，应该也有。对，我觉得对啊，他占了天生地形的优势。如果他没有的话，那真的要好好检讨。真的吗？感觉上，那他应该很怕要量这一张纸。但还是得出来啊。对，151燕君啊，151那应该就 A2 吧？哎呦，哎呦，你看什么？那老套跳小钟的舞啊？你干什么？担心，酷酷酷。
对，好来来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，你看你紧张，你要紧张，你的脸胀啊，你要什么紧张的？每天都在大吃大喝的啊，是我接到通告说要来上这个节目，你知道，我就我整个你大吃大喝也没胖啊，小腹也没凸啊，有，只是那个最近藏起来，应该有吧，有啦，来喽，有没有 A4 纸？也很细呀，好细哦，贴着，哎，超瘦的啦，对呀，而且还哎，你贴好，你贴好。我不只有 A4 腰，还有 A4 胸哦。A4 胸没有什么好值得骄傲啊。也是蛮困难的，你洗了会扩啦。是不是太质感？质感，因为有人在说质感，喜欢不敢，所以说集中的意思。哦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阴气就不敢量了。对对对 ，OK 的，你是骄傲的。好，来，待会我们来分享一下哈。哎，不错哎。三位，当然我们就邀请到都是一个他们独特的一个训练法。嗯，当然你说要整体的搭配，这 A4 腰要怎么来啊？那其实要需要训练。像刚刚有人就讲了，要经过两年。很多的部分的组合才有办法，就是仔细讲一下方法。单练一个肚子，其实线条是出不来的，你要旁边附近的肌肉线条一起动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好几个月都在除了跑步，我也在做抬腿，一直在抬，整个腹部用力也是出不来。那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你两个月抬一次，那出不来？翘二郎腿那不一样，我说腹肌啦，对啊，腰啦，不可能，抬腿，不可能，真的，对啊，你怎么做？不是因为。我刚刚有讲了，除了运动之外，你的饮食要很重要，尤其是女生，因为像好现在夏天到，女生很常会喝一些冰的东西，可是她们会觉得没有什么，就是喝冰水跟喝温水是有差别的，你冰水喝下去，你的小腹它会增厚你的脂肪，所以你脂肪增厚，肚子看起来是不是就大？大了以后你就不要想要要求说那个线条会出得来，因为它就是有一层脂肪包在外面啊，所以你再怎么练到死掉，它也是出不来。然后再来，我觉得你要摄取一些比较。高纤的东西跟淀粉真的不要吃哦？为何？我所谓的淀粉不要吃，不是说哦，我们就是三餐吃饭不要吃饭，就不要吃白米饭哦。我们还是要有正确的淀粉，可是一些不好的淀粉我们就不要。比方说，我们可以吃一些，不行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吃一些。你有 A4 腰，我真的。地瓜呀、啊，马铃薯啊，就是要从正确的食物原型里面去摄取淀粉，而不是吃加工过的。对，所以吃饭你饭会白饭会吃，不吃白饭，可是你也是天然的。如果真的要吃米饭，你可以吃五谷或糙米。哦，这个就吃。对，可是白色的碳水化合物，该有的淀粉摄取量还是要有。淀粉没有营养价值。对，像面条你就不吃。不吃，对不对？加工过的。再来是大家会觉得减肥。要瘦就要吃单一的食物，比如说我就是吃一盆沙拉，或者是我就是吃一个什么水煮蛋。对，其实真的不要，就是你饮食要非常均衡，只是我们把所有量可能稍微减少。可是因为你的身体要代谢，你少了哪一环都不行，你少了油也不行，少了淀粉也不行，什么都不行。所以你还是要正常的吃，这样才会帮助你代谢。对，像我自己就是，我每天早上一个礼拜起码四天左右，我早上起来都会打一杯精力汤。然后我的精力汤里面一定会有所谓高纤维的食物。对，而且譬如。比如说芹菜。芹菜。对，然后我的精力汤里面会有水果。什么水果不一定，看你喜欢什么。对，然后会有一些蔬菜，比如说红萝卜啊、菠菜啊，然后最重要的是坚果。坚果，因为坚果里面的油脂是好的，它会帮助你消化。对，然后其实我每天早上喝一杯之后，不用太久的时间，大概。等个一个小时左右吧，我就会上厕所了。其实雨柔他讲的饮食习惯是非常正确的哈。第一个呢，因为减肥其实很怕的是什么？就是三白嘛。我们在讲的就是所谓的，比如说白饭啊、白面条啦，或是所谓的白面包。因为这些其实第一个膳食纤维少，B 群含量也低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 GI 值比较高，比较容易让你饥饿，就减肥会破功，会想要吃更多的东西。所以他今天他选到，比如说他是选择一些比较根茎类的主食，所以减肥其实你。可以三餐里面可以有一餐或两餐选根茎类，刚刚雨柔讲到，比如说像地瓜啦，或是有的人他喜欢吃马铃薯块啦，然后再来就是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糙米饭啊。对，那我提醒一下，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吃这些根茎类的主食的话，你的那个形态可能要选，如果你是针对减肥的话，你就不要吃泥，比如说马铃薯你就不要吃马铃薯泥，纵使它没有加奶油的话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刚提到就是减肥有一个 GI 值要
去注意，你吃泥的东西它 GI 值就会比较高，那你吃那种块状的东西，还有刚刚提到的马铃薯块跟马铃薯泥，它的 GI 值就不一样了。对，所以他刚刚提到就是说，哎，地瓜块啦，或是那个马铃薯块，或是糙米，其实都很好。所以他把淀粉，他其实是分三餐都有吃到，只是他少量少量。那提醒一下，如果女生要减肥的话，每一餐的淀粉量放在那个，如果是根茎类的话，放在碗里面的话，最少都每一餐都要一半以上。然后如果说你真的男生的话，大概可以吃到一碗到一碗半。所以要看那个身高体重去计算啊，对，然后他提到蔬菜的一个精力汤，对，这个是在减肥里面最容易破功的一环。怎么说？你知道精力汤其实哈，如果你们平常没有在喝了，他会喝不习惯，因为刚开始喝会觉得那个蔬菜味很重，会觉得说哎怎么那味道很诡异这样。所以我们有一些那个减肥的学员，他就自作主张，他就加很多水果。那通常会加什么水果？他们就会加很甜的葡萄啦，或是现在那种凤梨，它其实也都很甜，调味。对，而且你会发现它整个叫做水果汁，它不是叫精力汤，就会变成说是水果。它把渣弄掉了。对，没有，就算没有弄，就算没有弄渣，它全部都是水果也不对。没有蔬菜。对，没有蔬菜。所以其实提醒，如果要减肥的话，如果你要加水果跟蔬菜，它的比例是3:2，意思就是说大概是三碗的蔬菜比上2碗的水果的量下去打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那加坚果是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打的是有颜色的蔬菜，深一点的，比如说绿色、红色、黄色这种蔬菜，它里面有维生素 A。那维生素 A 在减肥很重要，因为女生减肥很容易皮肤不好，就你就觉得看起来很暗啊，然后因为一下子可能热量减少，她皮肤会没有水分，然后会比较老态。那维生素 A 其实是帮助皮肤保水，然后让你皮肤好，但是它需要坚果来帮助吸收，所以你可以加一些，比如说亚麻籽啊，或是综合坚果，其实都可以。这个是雨柔早上会打的精力汤，对不对？你里面加了什么？这个今天这一杯有芹菜，有红萝卜，有苹果，然后有苦茶油，然后有这个一点点的蜂蜜。哦，对，那我喝起来很好喝哎，就是芹菜的味道不会这么重，因为有的人会怕那个味道，对。然后大家会喝起来感觉有点稠稠的，因为我们都是，因为你连纤维都进去嘛，连皮啊什么一起。对，不过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这内脏脂肪、腰部的脂肪那个消除是有用的吗？其实内脏脂肪的消除啊，第一个一定就是所谓的高纤的部分。那因为内脏脂肪多的话，会伴随着体内的血脂也过高，比如说三酸甘油脂，女生很容易三酸甘油脂过高。那个只要看腹部比较胖的人哈，通常一抽血你就三酸甘油脂都是过高，所以他第一个治疗方式一定要选择的是高纤的。那纤维不只来自蔬菜，可以在那个谷类里面，刚刚有提到根茎类，其实我还蛮建议像有一些像那个玉米也可以，玉米，然后还有一些像小米类的东西，小米的，那它也是属于高纤的食材。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让你的内脏脂肪比较少一点的话，其实高纤是很重要。那蛋白质也非常重要，因为你脂肪少，你要肌肉增加，你一定要有蛋白质。对，比例结构的问题。对，那我建议就是说运动完之后啊，我建议先如果可以喝牛奶的先补牛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其实牛奶跟豆浆两个虽然都有蛋白质，但是它的组成分里面牛奶它是属于酪蛋白比较高的。那酪蛋白比较高的话，相对它对肌肉的一个就是制造肌肉的那个速度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对啊，那如果你没办法喝牛奶没关系，你就喝豆浆去做一个补充。但是我补充一下那个 A4 药啊，因为其实内脏脂肪啊，它对我们尤其是对我们那个其实是必须的哦，不是说内脏脂肪没有哦，因为内脏脂肪其实它是固定我们这周围的器官，所以内脏脂肪是必须要有的，所以不要为了追求就是 A4 腰，然后一直瘦到已经比 A4 再更小，那就不那不好，就不健康了哦。对，好，来，雨柔，能不能示范一个，你教大家怎么样让大家是个瘦腰？哎，好啊，一招好不好？可以。你要用大瑜伽球来做，这算小颗的人啊？啊，对，这个难度比较对，更大的。等一下会有人跟我一起做吗？我们可以派一位代表。好，你们看完再派代表。好，再看谁要来。我这听起来有点恐怖。好，我们先做一般基本的棒式。好，一般基本的棒式，在球上做，这很难耶，是在地上，对啊，然后放好，稳了以后，三个动作，对，我们要做左右侧腰，哎呦，还要平衡呢，哇，在球上超难，然后卷腹，哎呦 ，A 字，哦 ，A 字，这样算一下。这样算一下，太轻松了吧？现在三个数，左左右，左右，左左 A A， 就像，所以你用更大的球，对。然后你不是常常没事在家里面翘腿吗？你可以来试一试。我觉得你应该，因为你就是说平常我怕，对呀，我怕你应该，我怕你有点受伤。
我像你这样半天都叫不动，只有在这个时候可以让你好好动一动。我本来是想派燕君出来，派燕君等一下会出来，你先来。哇塞，哎，有教我。哎，雨柔要帮你撑到啦，不是潘老师啦，是雨柔啦。好，雨柔你开心了啊？好，完了，我放手了。等一下，球要放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对，再往前一点，长一点嘛，就这样子啊？对，这样。好，撑住哦。好，我手要放喽。好，你放，可以了啊。撑好了吗？那我开始喽。开始喽，左边，对，左边，哎呀，这一边，右边，慢一点，慢。很难哎，这个比较高难度一点点，这很难哎，太难了，真的。可是这个很有效，哦，这个绝对有效，因为你抓下去你才会懂说。哦，他那是全身要盯住的，对，这样的动作哈，就像他讲，他是一个进阶版，对，他进阶版是因为他已经练到核心到那个程度了，所以他可以这样做。他的进阶版包括他的平衡感也非常好，嗯，所以在那个球上面本身是一个软的球，他的平衡就是直接是影响你腹直肌的位置，嗯，因为他在动的同时，你就必须要用腹直肌是 hold 住，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般的这个同学们或者你要做这样子在家里做，我倒不觉得你这样做是 OK 了，对，你先不要那么急，一样一样来。好，当你觉得你的平衡感都完全很 OK 的时候，你再这样做。如果你说我非要找一个球这样做，那你不一定要趴着啊。我跟你说，好比说你刚才是用趴着，对不对？哦，那雨柔你用躺着。对，然后传到脚 ，OK， 这中间，对，交叉，对，再放，夹住，然后再回来，再传回来，对，同样动作再传回来。这个球好软哦，这个球太软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说，其实这样的动作呢，不一定要像刚才这样的方式，这样也是一样，跟腹部核心是有直接关系的，哦，对不对？这招也厉害，这样子也是一个前，这也是一个，甚至他现在不动，就算身体不要动，这样腰也会瘦。对，他现在是因为现在，而且现在这动作也不容易，这是上腹的位置，对，这动作也不容易哦。那其实就在雨柔，你把球夹着。就夹着就好，啊，你手在胸前交叉，一样，跟你刚才动作是一样的。哇，对，对，太厉害了，因为它的核心，它的核心是够力的，所以它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哪怕是如果你说还边做，还微笑嘞，我的妈，对，好，对，而且还微笑。如果你没有力，你的核心不够力的话，你可以身体撑着你的上半身，脚就直接做上下就好。哦，对，就直接做上下，也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也是一个方式。那如果真的再不行怎么办？啊，真的再不行就回家吃饭了。算不行啊，没有，你要让自己还是要从慢慢的练上来，对，进阶到要加油的。但这个做腹部核心的东西不要急，慢慢来。了解，好，燕君，我其实我就是天生丽质。你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大家都会做的，真的吗？就是棒式的啊，这的确大家都会做，但是看起来很简单，要盯一个分钟，一分钟要很难，一分钟，嗯，对，哦，这是一个基本款，对，基本款就可以了吧？基本款可以，这就像汗衫一样是基本款的，可是你对。每当你做到基本款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要挑战一下自己。对，好，所以那就像我们讲说，如果我做进阶，我也可以把脚抬起来。对，抬直脚，抬一脚，对，抬一脚，然后同样动作再抬另外一脚，是停止固定吗？你不要抬脚，就这样子，对，而且 hold 住，要 hold 在那个地方，对，就是 hold 在那个地方。OK， 好不好？好，你现在放下 ，hold 大概7天差不多了。你现在知道 hold 住，你也没有办法 hold 很久，了不起30秒不容易了。真的，这么急着要看到祖先啊？这倒不是。然后好比说，你看，现在这样，我们讲好，你现在反过来，你现在反过来。头在这边也好，在那边也好，啊，你看我躺下去，我现在呢，我刚才是不是教过雨柔，像教我们刚才做一个同样的动作？对，我现在把脚直接，我要现在这样啊，绷紧的时候抬起来之后呢，对，然后我要打开 ，open your car， 然后画一个圈，对，然后再讲 open your car， 这样子的意思。No， 对，我要你抬起来的同时，抬起来，先抬起来，抬高一点。为什么我现在是用到腹部核心的力量 ？OK， 帮你女儿在换。好熟练哦，再快一点，快点去买电脑。哎呀，他尿裤子了。好，来，然后打开脚的同时，然后下去，你看我不要碰到地上，回来一圈我都不要碰到地上。对，都是平面的。OK， 然后再下来，再 open， 对，再来，对。健身房就是这样。你现在是开两指的。不要叫。好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 放松，放松。这很累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你现在会累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再坐起来一下，稍微坐一下。你只要支撑着你自己身体的力量就好。你把脚抬起来，脚抬起来，抬起来，然后脚就像我们踩脚踏车一样，往前踩，往前踩，对，往前踩。这个也是一个，这是下腹。好，那你看啊，好，你现在站起来，好，贝贝，你现在站起来，好，你就像我刚才讲说，你趴在那边，你不要用这样拱的哈，
如果你是你自己身体不要用这样拱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就这样站，就像一般的燕君。那也是累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没有，这样还不可以。什么？还不可以？还不可以吗？侧腹用我右脚的膝盖去碰我左手。哦，试试看，来。对对啊，对，很好。然后同样动作换边再来。哦。这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基本盘。你侧腹，对你平常对核心没有那么 OK 的，像你也不叫，你叫腰腰腰定不能起来，它代表一般人嘛。对，就是那个腰好像有被抽一下筋的感觉，对，会被拉扯哈。这个就是一般的那个做法了，很轻松的，好不好？对，基本款，这样蹲着大家都可以站起来了嘛。收到，好不好？可以了啊，简单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接下来怎么吃？要告诉人家怎么吃？回去哪里啊？不是，你运动不能说只是光拼啊、做啊、硬来的。饮食你怎么搭配？我就是你不要还是天生丽质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饮食我真的有，因为你知道我平常在外面真的是吃了太多有的没的食物，所以我回家，因为我狗不吃饲料，所以我就会煮一些我就会煮一些生食给它吃，所以在煮的同时呢，就想说反正都已经煮了，那我就顺便煮给我自己吃这样子。你吃狗食？不是，是狗狗跟我吃一样的东西，其实也是你跟他吃一样的东西嘛。但是我的有调味，他没调味。所以你那个是人的食物还是狗的食物？人的食物啊，人的食物就是像鸡胸肉啊，或是一些生菜、蔬菜啦，对对对对对。或是说，其实你知道，因为我常出去外面吃，那又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每天就用精力汤，所以你就是每一次你吃饭的时候都要小心。像是吃火锅的话，我就不会吃那种沙茶酱放很多，就是多吃蔬菜，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像香菇，香菇也是那个高纤的植物，对，而且听说它是可以帮助你内脏脂肪这个燃烧的，所以你知道腰就会比较瘦。他说听说，不然你问那个医生，内脏脂肪是不能消除的。你开始在感到不安？没有啊，我是用那个做料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都会就是吃很多的香菇，然后去代替就是肉类。哦，对，这个是你会煮的饭哦。对，其实就是五菇一包。然后呢，就是可能你可以加一点点的酱油、糖或是米酒下去稍微的调味。那我自己很偷懒，所以我就会直接就是把那个香菇跟饭一起拿下去电锅煮，然后煮出来你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可是这个饭为什么会这么黏呢？有一点，有点像糯米吗？因为可能是它稍微的放凉了一点。其实放凉很好啊，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抗性淀粉。对。抗性淀粉其实它适合就是把像你吃一些那个寿司啊，或是这样的放，就是把它放凉之后，它的吸收率可以打折扣嘛，就热量可以打个7折到8折，所以它这个这一道其实蛮适合凉凉的吃。然后它加了一个那个菇类的部分，对不对？菇的效果很神奇。他刚刚有问我说菇类，对不对？那确实他选对了啦，因为菇类第一个它为什么对瘦腰，其实它有三个优点。第一个呢，菇类它本来就是蔬菜。所以它的热量是很低的，所以啊，你腰部会肥胖，其实是大部分都是油脂跟太多的糖，精致的糖囤积在这边，对，所以它基本上它热量就很低哈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，它是膳食纤维很高的，在所有的蔬菜里面呢，它是排第一名、第二名的。所以呢，刚刚提到瘦腰膳食纤维要高嘛，它可以帮助，因为你知道腹部肥胖的人会伴随着血脂过高，所以它可以帮助就是血脂代谢出去。对。然后第三个重点来了，内脏脂肪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你要让你的肌肉量提升，脂肪下降，所以你蛋白质要足够。那一般人提到蛋白质，可能只有想到一些，比如说鸡肉啦，或是鱼啦，或者是说一些什么类似像牛肉这些。但事实上呢，蔬菜里面也有蛋白质，但是是比较少一点点。但是蔬菜里面蛋白质最多就是菇类，对，所以今天如果对，所以如果你用综合菇啊，比如说香菇啦、金针菇啦、红喜菇、五菇这些，其实都蛮好的。它是算是在蔬菜里面，你可以吃到蔬菜，又可以补充一点蛋白质，把蛋白质加上去这样子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可以到时候再加点，可以加一点料，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像因为你是放在电锅煮嘛，那现在人其实比较忙，就一锅把它煮起来。像它有淀粉，有蔬菜，那你就可以。可以再加一些，比如说像虾仁啊，或是像蛤蜊，因为蛮推荐那个运动的人跟所谓要补充蛋白减肥人吃点蛤蜊。为什么？因为蛤蜊可以吃很多，你吃到20颗蛤蜊才等于是20颗蛤蜊等于是一只棒棒腿的那个量而已。是哦。对，所以可以吃很多蛤蜊，然后它里面又有蛋白质，又有锌，所以可以修复，然后又可以做肌肉补充，可能纤维又会更多一点。然后的味道，然后还可以再加一点点的油。要不然如果你单纯只有淀粉跟那个菇类还有蛋白质的话，如果你没有油脂，其实你会发现比较容易掉头发，容易女生比较容易掉头发，所以一定要有一点油脂。你要用橄榄油也可以，或是你饭上来之后你。
你要撒坚果粉都可以。对，或者是像刚刚雨柔里面那个精力汤加那个苦茶油，对，也可以，撒一点在里面 OK 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一锅饭只要一煮起来，其他菜根本都不用准备了。其实它就是组合起来，这样就可以炒了。嗯，来，谢谢燕君，不错吧？压轴引起。因为我人生是属于没有很严苛的对待自己的人，所以我偶尔有的时候就会度个假，或到冬天的时候就会突然就好像就是变成一个小泡芙这样，嗯。然后，但是一到夏天，衣服都很漂亮又很紧身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要再消风一下。对，然后我就会开始进行的，就是应该要就是节制的日子开始了。大概吃到七八分饱，然后吃慢一点，然后我就因为吃慢一点比较容易咀嚼多，就比较容易饱，我就不会吃掉这么多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我就会把淀我因为我个人喜欢吃淀粉啊，油炸有看出来油炸对，那我就会把它放在中午左右吃，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是只吃水煮类的，就比如说青菜或者是白肉那些，我全部都是用水煮烫过这样子吃。那因为我现在就会上健身房，因为我不想要减到我的肌肉，因为如果我单纯只有靠饮食下去瘦的话，我就会减到我的肌肉。那我想要减掉是我的脂肪，所以你需要去上健身房才能办法增加你的脂肪，这样你的身体才会漂亮。因为有些女生很瘦，可是实际上你并不，你会觉得她肉松松垮垮，你并不会觉得她很美，所以还是肌肉是很重要的东西。就像羽柔结实，你要结实要有肌肉。然后我就运动完以后呢，我都会喝一杯那个无糖豆浆，因为那些蛋白质可以让我长肌肉，然后还有那个水煮蛋，但我不吃里面的蛋黄，我吃蛋白。也是蛋白哦。我只吃蛋白而已。那我下午有，如果我饥饿的话，我以前还有下午茶时间啊。我以前会喝饮料什么，但我现在就戒掉，我就会把下午茶的地方的东西变成就是水果优格，我会把优格加到我喜欢的，像苹果，然后或者是蓝莓那个或者其他的莓类，因为我觉得吃莓类的水果对女生好，然后加苹果，然后当一餐。而且如果下午茶你吃了这些东西以后，你晚上其实比较不饿。因为英奇他刚刚一直强调他有上健身房，对，那健身有听得出来，但我一直强调，对，他一直觉得他有上健身。可是如果你真的上健身房，你这样吃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会饿。我是真的不太会饿，如果会饿，我就会吃，因为我教练说不能。就是一直挨饿，忍住就对了，不能挨饿哦，不能挨饿。对对，是减肥，其实不能挨饿，尤其是如果你有配合运动的话。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提倡就是你运动完之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内，其实就要吃东西了。那这个东西的组成，早期会觉得说好像是以蛋白质为主，所以你发现早期的运动员，其实他们在运动完之后都会补充很多大量的蛋白质。那事实上呢？蛋白质它是一个主角之一，另外一个主角其实是淀粉。对，所以你不能只吃蔬菜，你反而应该要搭配刚刚比如说提到的地瓜啦，或是饭呐，或是很好的比如说全麦的吐司也可以，好，就是全麦的，因为所谓的碳水化合物，它可以帮助，因为你刚刚其实在运动，你肝糖会燃烧，那你其实会运动完之后你会觉得很疲劳，那这个糖分其实就在帮助你恢复疲劳，让你有精神可以在下一次的运动里面表现得更好。所以其实碳水化合物是一个很大的重点。水果 yogurt 对，这个是可以的吗？水果优格就要看它优格的组成分了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可能要买到是没有。现在市售有一些超市在卖的，它可能就是单纯就只有水优格，然后还有一些菌种这样子。那其实那个就是 OK 的。那如果你买到比如说有加糖啊，或是说有一些口味的，那个就不 OK 了。那为什么它水果其实如果说真的要减肥人、初期减重的人，我们也会建议它水果放在点心的时候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觉得饥饿感会来，那他想要吃别的东西，那与其这样，我们就把它设计成就是让他的糖分的来源，就是水果果糖的来源，来自于就是餐跟餐中间。那他会觉得说，那我血糖其实都保持得稳定，他就不会那种很饿很饿很饥饿，然后就想要去找零食，或者是宵夜。也可以嘛，成立。宵夜基本上是尽量不要吃完晚餐就不能吃宵夜了吧？真的吗？如果要，有人会吃宵夜吗？我如果真的运动量很大，晚上嘴馋的话，我就是吃蛋白跟坚果。就是我之前有听说，就是可以吃鲔鱼，就每天都吃鲔鱼，吃一点吃一点，然后鲔鱼有氨基酸可以代谢脂肪，是真的吗？其实脂肪的代谢最主要就是油要少，精制糖要少，再来就是适度的淀粉。对，适度的淀粉可以帮助脂肪代谢。那你刚刚提到
到的鲔鱼，它其实是帮助肌肉量增加，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吃鱼类，但是不要只有吃一种同一种东西。因为我们提到鲔鱼，如果你吃到的是那种比较大型的鲔鱼，其实你会发现你每天都在累积一些重金属的量，所以其实你可以换不同的鱼种，然后不同的海鲜，不同的就是肌肉的部位，其实都可以。那我还有想问一个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做岩盘浴，先付钱，先付交学费就好了。就下来先做雨伦那个滚大球的那个，先挑战，看看到底有没有受腰啊。就是岩盘浴的话，它不是说就是可以逼汗，然后就把一些坏汗、就不好的汗跟油脂就逼出体内。油脂就对，怎么可能油脂能逼得出来？就是很多，又是鸡腿，怎么可能睁一睁眼？看前面的姐姐蛮有意见的，就是那个菲力牛排，怎么可能？他们都已经回答你了，就是油不可能抽。有分好汗跟坏汗吗？汗就是汗，你不流汗就是坏汗。OK， 有人是说排汗算是排毒的一种，对不对？用这个角度。对啦，其实本来我们的那个所谓的排汗啊，或是上厕所尿尿啊，其实这个都是所谓的一个排泄的一个管道啦。那曾经他们确实有一些实验发现说，做完运动完之后，他流的汗里面发现有重金属，可以把它排掉。好，那个是真的是有认真在做运动的啊。但是因为你是去岩盘浴，没有做运动，所以你是坐在那边让自己蒸热，对，然后你排出来的汗有可能它就是一个水分的丧失，所以你基本上你可能会减个0.5到1公斤。可是因为你排完之后你要喝水，喝水之后你补回来，你可能又回来了。对，好，那你刚刚的动作是不是要来示范一下？好啊，你擅长的。这个叫做俄罗斯旋转，这比较初阶的俄罗斯旋转。对，这是女生很容易练的。我怎么觉得俄罗斯旋转不是一种什么的样子啊？开枪之类不是？乖乖的听，就是这个比较简单，就是初阶版，就是把脚放在瑜伽垫外，然后腰有点缩，因为你这边腹部要用力。对。然后呢，就是如果你手上你可以拿就是矿泉水，放左边放右边，这样就是很轻松的。对。然后呢，这是比较轻松版本，通常就是15到30下。对。的话就是一组动作，那通常要做到3组。3组。对，在家其实很容易，你就看电视的时候做啊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对你来讲很轻松的时候，你就是一样腹部收，因为你这边要用力。其实你有发现它的上半身其实都是后倾的。脚，因为你可以如果往下的话，因为这边要越来越用力。对。然后脚往上，然后你平衡好，然后一样。这就比较累，对，那也是要拿水吗？可以啊，你想就很容易啊，30下左右。哦，那你这里尽量不要动，因为你这里晃的话，因为你这边要用力，你这边才不会动。如果你这样一直这样咻咻咻，你就会可能会受伤，所以你尽量可以 hold 住你这里不要动。前面你会觉得很轻松，对，做第二组、第三组的时候，通常要左右就是到30。然后呢，刚刚就是一个平板，就是一般前后这样子脚，你就身体是这样一直线，对不对？然后上来，你就想象这边有一个蜡烛在燃烧。然后你手可以往上平衡。这样支撑个30秒或者到1分钟。这个我就可以练你这里。看过人家做。有。没错。这个是怎么样？侧平板。侧平板。对。你要不要试试？很好玩。真的很好玩，美女邀请你，真的很好玩，这真的很好玩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动作手臂的用的力比腰还要多，那就表示你的手比较没力，你核心可能它的形状很怪怪的角度。我要挺起来，要挺起来，腰要挺起来，你要想累了，哦有，这里，对，因为你这边要用力啊，对。30秒到1分钟也都一样，就是要做到30秒。OK， 下来了没有？很好，很棒。这个部分呢，这个对啊，你要不要请我们的倩女人来解释一下，给你们听一下。我跟你说，其实刚才那样的动作不是不 OK， 那样的动作基本上是做一些伸展的动作。所以你的核心肌群你并不是完完全全都在那个地方，你可能只是做一些伸展。就像是我们做完重量训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做一个伸展的动作，让你自己可能 hold 在那边或者拉在什么地方。那其实你不必这样啊，你就算你平常你自己来，你坐下来。你就脚立起来，哎，弄，就这样踩着就好，啊，身体下去。OK， 好，你看哈，我先放平，对不对？我的右手，我可能会去触碰我的脚尖，碰我的脚跟，脚跟。同样，转身体，再换同样一边再来。有。好，腹内外。这边。懂意思吗？
OK， 不是不是，起来一下一下上来碰一手就好，一下上来下去，然后换边再来碰不到，对不对？核心不够了，对核心的问题，哦不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刚才在做的都是做伸展的动作，其实你只要躺下来，我只是身体是做一个身体的触碰，我碰一下我的左边右边，对左边跟右边，用肩膀要转腰，对，这就是腹内外斜肌。这就是做腹内外斜肌，其实他刚才做那个动作是，他刚才做这个动作是 OK， 这个动作是 OK， 对，但是你不必，其实如果你的核心还没有这么强的时候，你其实不会把脚抬起来，对，你重心过，你很可能随时就会倒，就是紧接，所以要对，初阶是把脚放地上，对对对，但是你记得你下来的时候，譬如说你在核心的下来的时候，这边拳头这边哈，维持一个拳头的距离，下巴这边维持一个拳头距离，颈椎才不会受伤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即使你手在胸前交叉，你手在胸前交叉，身体只是转。它是一样的道理，这样子也可以，对，这样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我是用手肘的力量在转。哦，啊，做一个侧身，我们现在做一个侧身，你们是不是常常这样做，对不对？你做一个侧身，这也是核心，这也是，这也是一个核心，对，这也是一个核心。哦，所以说你不一定说照刚才方式那身，那是一个伸展的动作，那个伸展动作其实只有让肌肉线条会稍微漂亮一点，就是做完重量训练的时候，做完任何训练的时候，做一些伸展是很好，但是核心如果直接是做到核心的话，就是刚才那几个动作。会比较 OK， 对，就比较 OK。嗯，那吃的话呢，营养师会推荐腰瘦的一日餐哦。好，今天帮那个节目设计了一份那个1500大卡的一个热量，一天总量。对，一天总量。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搭配运动的话，你的热量也不用太低，因为有时候会真的太饥饿了，就会破功哈。所以先从1500大卡才开始去吃它。在早餐的部分呢，你看呢，我有两种淀粉。好，如果你因为我是针对比如说外食族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选。那如果你不喝燕麦奶，其实你有燕麦也可以。那大概平均就是用4汤匙左右。那小地瓜一个，然后水煮蛋。那如果你没有水煮蛋，你可以换茶叶蛋哈。那生菜沙拉、开心果10颗而已哈，就不用过多，10颗左右而已。因为你太多的话，其实你的油脂也会过多。好，那另外午餐的部分呢，其实这边提供的就是五谷饭，因为五谷饭比较买得到哈，因为糙米饭外面比较少。所以五谷饭一碗，然后呢，你可以选择在自助餐里面一道的烫那个炒青菜，你可以用点油，所以不用太担心，油脂是必须的。一道炒青菜，然后一道半荤素，半荤素比如说像是那个比如说牛肉炒那个青椒哈，但是你要记得你的半荤素里面不要有加工品，比如说你不要贡丸炒芹菜哦，对，因为像贡丸它就是加工品，它的脂肪含量就很高，所以基本上你就不要有加工品。然后另外一只卤鸡腿，那你可以换一条鱼也 OK， 哦，那这样也不错啊，这个中餐其实吃还蛮饱的，对。然后第三个就是晚餐的部分，那晚餐的部分如果你想要清淡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吃面，可是面的话以阳春面汤面为主，那就是吃面不要喝汤。哎，你不是鼓励大家吃饭不要吃面吗？总要变化，没办法，因为你总是要变化，就饭也可以吃饭。有基于人性的考量，对啊，因为这外食嘛，对啊，外食族的部分，对。然后另外呢，你就这时候你就要吃烫青菜，因为你中午已经有油脂了，所以你晚上你就选择烫青菜。然后因为你在面摊可以点的东西不多，所以我就用面摊来设计。比如说像你不要点干莲肉，你要点的是嘴边肉，因为够一点，2汤匙啊，对，2汤匙左右，不是你叫一整盘哦，是小小的铁汤匙啊，大概是3到4片左右的肉类，对，所以。豆干啦，然后还有豆干两，就是2块的豆干，所以其实你可以，那你没有豆干，你也可以吃一颗的那个，因为上面已经有蛋了，你也可以吃一颗卤蛋也可以。我喜欢水果，哎，就是没有水果。对，然后水果的部分我把它设计在点心的部分，它真的没有，就是早上跟午餐中间你可以吃水果，然后午餐跟晚餐中间你也可以吃水果。那如果你没有喝牛奶的话，你也可以选在点心的时候喝一杯牛奶，那大概控制在250cc 左右。所以基本上水果也不要太多，平均一整天下来，你放在碗里面，其实我建议现在上班族可以携带那个，就是携带水果啦。那放在碗里面，你一天就是女生大概就是2碗的水果量，综合水果都可以。那男生的话可以吃到3碗的水果，那尽量不要选太甜的，你可以选择一些芭乐、小番茄、木瓜，或是像草莓啊、奇异果这种比较 GI 值比较低的水果。好。那这个吃的东西，我们现在那是一个概念啊，但可以自己去演变或延伸。但是来老潘，刚刚我们有稍微分享了3位的 paper， 对不对？是是是，你能不能也来教大家一招？好的，来这个腰瘦招。好的，那个观众朋友，现在呢，潘老师教你在家里面做一套很简单的腹部核心的运动啊，腹直肌跟腹内外斜肌。那怎么样做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在家里面的地板是不是都很滑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你呢，就穿一双袜子，让它更滑，对，让它更滑，让它更滑。那你可以在家里如果有一张椅子，甚至没有椅子，或者有一个桌子也好，你想要找一个像类似桌子或者椅子的东西，记得穿着袜子的时候。
时候，你跟着潘老师一起就位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把身体好像我们完全 hold 在这个椅子上面，平衡是在你的手上。你想要怎么样抓，让自己的身体维持一个平衡，对不对 ？OK， 然后记得哦，跑步原地跑步都会，对不对？继续做一个原地跑步的动作，身体往后踩。来，我们做十下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往后滑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好，第十下 hold 住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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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ld 住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内起，哇，再收，这个厉害的这个，内起，再收，不要放屁，内起，再收，内起，再收，好，收回来，收回来。第三个动作，请你开脚并脚，哇，就像你踢巴士一样，开脚并脚，哇哦，再转一个，开脚并脚，哦，好。现在的组合，现在的组合，脚都累了，没，还没正式开始啊，核心才刚开始，我们刚才只是在彩排，快点，好吧，老侯，很久没有做运动了，好来，跑完十下，好不好？跑完十下之后，做一个上下五次，再做一个开脚五次，五次，好吧，十次五次五次，好，十次五次五次，好，好吧，来，雨柔。你有没有问题的，你先是真的，我是老师，请问你哪位？你累了啊？我不累，不累，因为我待会还有课要上，不要搞太久，好吧？观众朋友加油！娱乐核心啊，没有，见女人就是这样子，好，就是要健健康康，体力要够。好 ，OK， 先原地跑步十下，预备 ，Go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，第二个动作，伸直拉，一、二，慢一点，三、四、五 ，hold 住，上来 hold 住，对，好，上来 hold 住，第三个动作，打开 ，open your car， 一边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，hold 住，好，最后一个 hold 住，不要动 ，hold 住。你没有 hold 住这位先生，我 hold 住啊！你是故意放在那边，并没有往后退一点，对，这样才叫做 hold 住，好不好？好，刚才的动作我们重复再来一次。啊？什么？还有一次哦？对，等一下，算，总共有几次？哎，一共三次，三次。对，你可以分三个礼拜把它做完。好的，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说只有我们自己做，嗯，我们跟他交换一下，对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应该交换一下。来来来来，说的好有道理哦。来来来，我这个很累啊。来来来，你没有做不晓得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喘啊。没有试过的都来这里。好的，在这边潘老师要先讲解一下，刚才的三组动作做完算一组。哎，容我呼唤文华过来坐下，可以是不是？文华来。那三组动作，刚才三组动作做完，请记得算一组，我们要做三次，好，做三次到五次，以个人的体能而定，中间可以休息一分钟。好，原地跟我的拍子，预备 ，Go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 ，hold 住 ，hold 住 ，OK， 第二个动作，伸起，一，往前，这样啊？对，二，再来一，哇，二，这个难呢，再一，哦，再穿袜子，再一次一，哎咻，啊，最后一个一 ，hold 住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，不要动，好，第三个动作。打开你的脚，像踢蛙式一样，一哦厉害，回来，二，很好，三，再一次，哇，四，哦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五，潘老师，哎，文华跪下了，跪下是吧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，可以跟前面这位师祖说。哎，请问你有什么请求啊？我怎么冤屈人情了？好累。好累哦，很累，真的会累。这真的是腹部。你光在那边看，你不晓得原来这么累。对，哦，他你现在会不会觉得这里酸？酸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哪里酸？腹部，腹部还有腿。徐一厉害啊！啊，他很好，他核心很好。看我的腹肌。哎呦，这也是 F， 哇，这也是 F 的啦。对对对对对。
所以我们这是这样子做完一次，一天做三次，一天做三次，每一次中间休息多久？一分钟，只有一分钟啊。当然三到五次，如果你想要五次也 OK， 但我只是跟你说这是一个核心运动，一个人的体能而定。那一到三次也可以吗？对，一到三次当然都可以。像你就从一次开始练习，好不好？差不多，很简单，家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很好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方法都交给你了，对，然后配合饮食的一个心态跟正确的方法，非常好，相信。不瘦也难啊，真的。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